猜猜我们今天要去干什么？练习时买的扇子，清风，两袖清风，好冷。一些快乐的摸鱼时光，我就让我做一步棋，做一步棋都是典型好法摸摸鱼。看看今天我的粉丝又发了什么，搞了一个攻略对象，赖七七、赖阿七，新晋赖实力女歌手，自己卷到让人害怕，因为难度五颗星，赖玲玲，什么东西？我好像知道他什么为什么要叫玲玲了。赖玲玲说：“让我看我的粉丝在超话又干了些什么吧。”然后冒号六。我们今天来排练什么？排练我们的节目。自己9.9买了一把水扇，两袖清风。姐姐借我的橡皮，我现在脸比这儿黑。好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加油，加油。拜拜，拜拜。你的照片背景颜色，点击倒计时拍照按钮，开始倒计时拍照。太美颜的过分了，你看那个脸都。请加快选，5、4、3、2、1。它这个过度的美颜，但是还挺合适的。九零版，3月4日晚上7:04。还没开始上班呢，人已憔悴，妆花了又补，补了又花。我这头发本来是以凌乱中带点精致和那个序，那个什么，对，和一些秩序在里边。现在就是凌乱，毫无秩序可言。汤姆猫的那个，那白猫，对，我要拍一个这个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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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作为一个社恐，在这在这个环境找一个新合适自己的位置，就是坐在这里。400万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个 vlog 要到这里结束啦。
今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一天要结束了，现在时间是晚上4点，今天已经超长待机。我们几点，反正我九点起的床，10、11到晚上9点，12小时，10、11、12、1、2、3、4啊，这是多久啊，17个小时了，也去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下期 vlog 再见，拜拜。铅笔划走，彩蛋正在路上。他拍之前我看他成功了2次，一开拍之后就。我就知道这水行不行，这水可以，这水太容易立了。哇，我说了我掂量掂量我就知道了，很长，我给两个瓶子同时立，来放到这儿了。这个要吃吗？真的不会吧，我们就在这看看。对，真的可以。你们为什么就是得找一个瞬间大家都注意不要再爬，它就会成功，就是那什么量子纠缠。不要观测它，一观测它它就。